天天拍这有卵用没有？肯定有用啊！我靠，天天拍，走，下次拍就要收费。啊啊！下次拍要收费。那、啊、出名的要不要收费？天天拍。出名的要不要收费？我问你。要是你们出名了，要不要收费？听到没有？我们的师傅说你天天拍有什么卵用？我知道，带人家干活。你们的本职工作是要保单，知道吧？知道啊，没有单，有视频的才有人有单，是吧？现在好多都是要视频，他要百分之百的视频。客户他要百分百视频，你一天拍几个？你一个视频搞一个单拍吗？没有，他有的客户他肯定是要这个视频，是吧？是。那视频他不可能每天要把来拍几个啊？每一个东西不一样。每个东西不一样。你来拍视频影响我们工作，知道吧？我的旁边。尽量不影响你。我们很忙的，像你们要闲的，知道吧？理解理解。这个是普通胶是吧？这个是用普通胶做的，50度的。